王法，王法还能大过天吗？咱俩的姻缘那是天注定的，冥冥之中老天爷安排你撞到了我，从那刻起，我就认定你了。当然，如果你非要逆天的话，我就没法担保我岳父大人的安危了。 彩球正不正啊？正，可正了。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这新房布置的真是漂亮啊！饶小梅啊，功不可没。不错吧？好。哎，你不是答应和范子阳去看烟花吗？怎么还不去啊？这你都知道啊？那当然，我是神机妙算呢。 费姑告诉你的吧？嗯，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？啊？费姑告诉你的吧？嗯，既然答应人家了，就赶快去，别晚了，烟花都放完了。再说了，你忙忙就得了，赶快走吧。这儿的气氛不大适合你，知道吗？等人家一成亲，你在边上看着，这心里边酸溜溜、酸溜溜的，又羡慕又嫉妒，到时候一股邪火，又指不定往谁身上发呢。我才不会呢。 帮秦淑媛和陈轩收拾新房，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嗯，我是那么不讲理的人吗？嗯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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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开玩笑，跟你开玩笑。答应人家赶快去看烟花啊，一会儿烟花就散了。可是这儿还有很多活没干完呢。我帮你干呢。大人，您真是太好了。谢谢大人。啊，哎，回来回来回来。又怎么了？我嘱咐你两句啊，你见了范家人之后啊，一定得。 斯文一点，温柔一点，懂不懂？我不斯文吗？嘿呦，好家伙，你还斯文呢！这女孩子呀，要懂得温良恭俭让，知道吗？嗯。见着范夫人，你怎么着也得给人家请个安吧，对不对？嗯，好。来一个，我看看。范夫人好。嗯。范老爷好。嗯。 这就对了，对什么呀？恶心死了！忍着。哎呀，可我还是忍不了嘛。我觉得我这样挺好的。大人，您帮忙干活，我走了。小梅，走了。你这丫头。哎呦，你看看这漂亮的烟花呀！太漂亮了！ 怎么还不来？是不是还在忙啊？表哥，啊，香菱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我今天约了小梅来这里看烟花。我知道，这不是小梅还没来吗？而且姨父在那边呢，这里上上下下都是范府的下人，我若一离开，姨父肯定第一个知道，回去姨妈指不定怎么数落你呢。我。 表哥，你放心，等小梅来了，我就找机会离开。这样，你就能跟她一起看烟花了。谢谢你啊，香菱，我又欠你一个人情。你欠我的多着呢，我等着你慢慢还。好看吗？你看这少爷和表小姐还真般配。 就怪这饶小梅，你说她从中间插一杠子。若不是子阳胸无大志，过惯了随行而为的生活，她还能找到一个更般配的？我说这话你明白吗？晓得明白了。可老爷，这表小姐的伤我是无法估计，再加上饶小梅不在现场。
这家伙也是，密谋的事能成就成，不成就不成，不碍事儿。只是让那些巡逻的人忙活起来，就没人知道燕哈图在干什么。老爷，你说的真对，现在姚三，哎呦，巡逻可严密了。嗯，咱们得等这个巡逻到了这儿拖出来。嗯，哎呀，只可惜这表小姐了。嗯，走。 过来了，都过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都围过来，都围过来。范老爷，今天啊，咱们办这个烟花大会，谁我们范县的大善人，范仁富范老爷筹办的。啊！谢谢范老爷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范某我今天在此举办这个烟花盛会啊，虽说是敬神。 也是为了酬谢各位父老乡亲对我的抬举，但那是我范仁富啊，在这个范县顺顺利利的有家有业有生意，也是受到各位的捧场。接下来，请大家欣赏烟花。 这荒郊野外的，我要这么硬上，救不了他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。哎呀！
小妹，喜婆，哎，啊，行，少爷，少爷，那个新娘子想结个手。这地方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谅他也跑不了吧？行，你叫他去吧。哎，小姐，我们可以去解手了。妹子，小心别摔倒了，耽误入洞房啊。少奶奶，这外面黑乎乎的，你脚下呀可得慢着点儿。你在这等我，我得伺候你啊，少奶奶。你要不听我的话，回头我让亚哈图赏你一顿排头，还不转过身去，背对我。哎哎，好好好。哎，是啊，小妹，走，好，快点。小贝，诗远，什么也别说了，没时间了，咱们快走，走。喜婆，你站那儿等着打雷呢，我让你跟新娘一块儿去，你怎么还站在那儿傻等呢？快，去看看新娘在干什么。是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要是再敢往前一步，我一定让亚哈图饶不了你。可是你给我闭嘴！我马上就好。哦，好好好。别说了，快走。不行，我躲得了一时。我躲不了一世啊！如果我现在就这么走了，我爹怎么办？亚哈图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那你也不能嫁给那个混蛋啊！咱们先逃离这个地方，别的再想办法。快走，小妹，你回去帮我告诉陈轩，我跟他来世再做夫妻。你不许胡说！你还差一步就和陈轩成亲了，你别想别的，走啊！我心意已决，今日洞房之夜。便是我明年忌日，我一刻都不会多留。少奶奶，你好了吗？诗远，脱下你的婚服，换上我的衣服，沿着这条路回去搬救兵。放心吧，我有我的办法。这么久啊！喂，扶新娘子上轿。少奶奶慢着点啊。咱们走。陈公子，你看看这儿啊，花生瓜子儿，花料的大喜字儿，你看你喜欢不喜欢呢？费姑大人，有劳二位能对我的新房如此费心，我陈轩真是感激不尽呐。你喜欢就好，大家就没白忙。喜欢，我喜欢。跟我别客气，跟小少爷就更别客气了。嗯，陈轩呐，你跟秦小姐能够终成眷属，这真是众望所归啊。祝你们白头偕老，谢大人。陈轩。
哟，你是月，怎么了？怎么穿成这样？你怎么穿着小梅的衣服啊？是燕哈图，他来抢亲。燕哈图，抢亲？小梅姑娘为了救我，她替我做进了花轿。她跟我说她有办法，但我知道她为了救我根本什么办法都没有。她现在很危险，郑大人，您快救救小梅，您快救救她！ 燕哈图，反了他了！燕哈图，这样娘现在姚三正在街上巡视，你我分头去找。如果见到姚三，叫他带着人马，把人给我抢回来。走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不怕啊。姚三。 哎呦，姚三！哎呀，姚三！费姑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到小梅了吗？别挡着我，我要找姚三。哎，你先告诉我小梅在哪儿啊？我俩约好看烟花，她现在还不见人影。哎呀，你再啰嗦，你就永远见不着小梅了。你什么意思？ 你跟我说清楚，你要不说清楚，我就不让你走。嗨，燕哈图抢亲，抢的是秦家小姐，秦家小姐不同意呢，小梅就特别仗义的代替秦小姐进了花轿了。啊！你想想啊，燕哈图要知道小梅在花轿里会怎么样？现在我告诉你了，你能怎么样？那你先去找姚三，他在戏台附近，我去找小梅。好，在戏台附近呢。哦，在戏台附近。好，小梅，子阳。 娘，娘，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呢？你表妹受伤了，你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，急急忙忙的跑出来，就是为了见饶小梅那个死丫头，对不对？小林她醒了，不用我照顾，小梅现在有危险，我得去救她。我刚才都听说了，那断掌妖女由郑板桥他们相救，你瞎操什么心啊？赶紧回家！出这么大事，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啊？我死都不让你掺和这事儿！哎，娘，您就别难为我了，您放手！哎呦！ 不孝子，你走啊你！你找你的饶小梅去，你就让娘死在这儿好了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娘，我错了，您没事吧？怎么能没事？娘的腰疼死了，你扶娘回家。乖哟，哎呦，好，我扶您回家。哎呦，哎呦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哎呦，哎呦，来，夫人，哎呦，娘，您慢点。 疼死我了！娘还疼啊？哎呀，你说呢？娘都不知道是不是腰断了呀？啊，那您先歇着，我去厨房给您弄点参汤。哎，娘都疼成这样了，气都上不来了，喝什么参汤啊？那怎么办呀？哎呦，要不我去弄点药酒给您搓搓？哎呦，啊！ 哎呦，小兰，扶夫人躺下歇着，我去拿点药酒。哎，快回来啊！哎呦，快回来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小梅真是胡闹，若进了巡抚府，巡抚大人一怒之下还不将她打死，这该如何是好？ 香菱，表哥，哎，香菱，你头好点了吗？我没事了，我听说姨妈生病了，所以过来看看她。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我知道你今晚约了小梅，你很着急去见她吧？小梅她出事了，我特别着急。她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反正是出事了，我也没时间跟你细说了。你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我娘？千万别让她知道我出去了。我求你了。 行吧，你走吧，姨妈这边有我呢。谢谢，那我去了。
谢谢啊。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了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恭喜恭喜啊，谢谢各位，慢着啊，谢谢，哎呦，安静安静了啊。恭贺燕府，恭喜燕公子新婚大喜，现在良辰吉时已到，一对新人拜堂喽。一拜天地。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这一边儿，等等，等等，不能拜堂，哎，不能拜堂，放开我。哪来的混账东西，轰出去。公子放开我。新娘子是我未婚妻找小梅。啊，是她的未婚妻。啊，是啊。现在看不到你是谁啊。怎么回事啊，怎么能是她的未婚妻呢？看看是谁，到底是谁呀，是啊。变态人家还能见事儿呢，太有事儿了。你看看到底是谁啊，这不是你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马上就要逃走了。逃你个臭丫头！你又来坏我好事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小心！拿下！拿下！住手！要不然我弄死他！放开他！小梅，别管我！抓住他！尔等何人？为什么要搅乱我们家的好事？我姓范，名子阳。哦，原来是范仁富的公子啊！他吃了豹子胆了，竟敢让你到我们家来闹事！哼，好啊，好！你给我听好，此事我一定会跟你有个了断的。干什么呢？住手！大人，郑满桥啊！哎呦，燕大人，你这又是给我唱的哪出啊？我给您贺喜来了。哎呦，虽然您没邀请我呀，但这方圆多少里呀，谁不知道您燕大人今天您家里有大喜呀？您不邀请我，我不能不来呀。不光我来了，您瞧瞧，我这三班衙役这也来了。嘿，别愣着。给大人道喜啊！给燕大人道喜！免了，免了，免了！您看我吧，本来想送份大礼，但是我这七品小县令，我也没银子呀。您燕大人这好东西见太多了，我这耍耍手艺，给您现场做幅画。好啊！来，展开，让本官开开眼。好，好，好。来人呐，把这画展起来。正太人的画可了不得了。是啊。
爹，你看。爹，你看。你个王八蛋。吵你！吵什么吵？吵什么吵？都给我闭嘴！阿图，对，错一顿，不能这么干，一天了也。郑板桥啊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你竟敢羞辱本官！您看您说的，这怎么是羞辱您呢？今天您不是大喜吗？我这给您道贺呢。您看这画画的多好啊，有骑马的，有坐轿的，有哭的，有闹的，真是热热闹闹。惊天动地，哎，不过这画儿，今天您是拿不走。这画儿啊，我要送到京城，送到慎郡王那儿，让慎王爷再提个拔。哎，这画儿就更有价值了。哎，大人，这慎王爷跟皇上啊，我听说经常一起吟诗品画啊，这画儿。就通过慎王爷，难免不传到皇上那儿去啊。那这皇上要看见这个画儿，万一龙颜大悦，在上面加个御览印章，哎呦，那就价值连城了。是是是，郑板桥，你信不信我一拳打爆你的头？阿图，就是的，不得了。哎，燕公子。你这你就不对了啊！这，我听说呀，今天是燕大人50大寿的寿宴呢，我是亲自来祝寿的，你怎么能生气呢？啊，是不是大人？哎，祝您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，福如东海啊！我，明天是本官的50大寿，啊，爹，哎，郑板桥，哎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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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！难得你用心良苦啊！明天是本官的50大寿，今天的寿宴啊，只当是暖寿了。你看我说是吧？我就一直记着呢嘛。真有你呀，郑板桥！哎呦，下官还指望大人多多提携，多多提携。放人吧。来，把这幅画呈给燕大人。你没事吧，子阳？这个郑板桥太不像话了，樊仁富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郑板桥给我除掉。啊，大人息怒，郑板桥这是不知好歹，哼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不过，严大人，对付郑板桥可不能明着来。你有主意了？还请严大人再耐心等上一段时日。我已经让赵二虎为郑板桥铺了一条死亡之路。哎呀，放我下，救救我们！放我下，救救我们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我！救命啊！乡亲们，你们与其在这儿等死，还不如去范县找郑板桥，他爱民如子，一定会救你们的。快起来吧！去范县。
郑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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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郑大
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哎呀，有人！有人来了！救救我们呐！救救我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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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花这是？天花！救救我们呐！救救！天花，绝对是天花！哎呀！哎呀！大人。喂，来了。您还没睡呢。嗯。哎，大人，您这画画的可真好啊！大人，要不然您先喝杯茶，喝杯茶歇会儿，歇会儿再画啊。哎，好，放那啊，放那。大人。其实我今天晚上来是来跟您道谢的。我有什么可谢的？我就以茶代酒了。这第一杯是我谢谢大人您。这段时间我给你惹了不少的祸，谢谢您包容我。我先干了啊。哎，这第二杯是我代子阳谢谢您。这段时间。我们两个给您添了不少麻烦，再干了啊！这第三杯，还是我谢谢大人您。这次多亏您及时赶到，果断处事，要不然这个时候，我跟子阳肯定都没命了。干了！哎，得了，别喝了。切，幸亏是茶不是酒，这要是酒，你早就醉趴下了。
大人，我可是诚心诚意来跟您道谢的。我也是诚心诚意接受你的谢意啊，心意我领了。不过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啊，你也太冒险了，凡事要慎重一点。下次要是再上错花轿嫁错郎，我不能及时赶到，那就麻烦了。是是是。不过今天还好，营救社员成功了。我真心祝福他们两个幸福快乐，白头偕老，甜甜蜜蜜，天长地久。没错，幸福啊，来之不易，一定要珍惜啊。嗯。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闹天花了！啊！看看去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就在前面，就这儿，就这儿。都是外县来的流民呢。哎，大人，天花病会传染的，你不能去，我去看看。哎，救救我！我看一下。来，先让我看看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别走！救救我！大人，不好！怎么样？看他们现在的症状，基本确定他们患上的就是天花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小时候得过此病，所以我可以跟他们接触，我不怕被传染。你去，把陈轩大夫叫过来。是大人。大人，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，如果被咱们本地百姓知道了，一定会引起恐慌的。嗯，当务之急，必须先找个地方。把这些人安置下来。救命啊！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呀！哎，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们吧，好吧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大伙听我说啊，都听我说。这天花不是闹着玩的，一旦染上那是必死无疑啊！到时候咱们怎么办？对呀，对呀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办？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，说说说说。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呀！你衙门当差的都不知道怎么办，那我们怎么办呀？就是找县太爷，让县太爷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大家冷静一下，出来，冷静一下，大家，退后，退后，退后，大家，我们找县太爷。行了，让正大人出来。住口！都嚷嚷什么呀？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可是衙门。姚捕头，现在谁不知道我们范县这个天花闹得是沸沸扬扬的？您呢，别瞒着我们了，有什么事跟我们说说，让我们心里也好有个数。就是啊，关心有没数吧。就是啊。大家都不要惊慌，只是外地来了几个病号，陈大夫还没有确诊，等陈大夫确诊之后自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大家都回去吧。不是你这算是什么答复啊？啊，这闹天花多大的事情啊！就是染上必死无疑。我们不会在家当死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赶紧啊，把那些染上病的人马上赶出范县。赶出范县！掌住！你不要在这鬼混迷信胡说八道。我哪胡说八道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说的都是事实，是事实。乡亲们，听我说，上一次闹天花的时候，有个村的人全死光了。啊！全死光了！所以说，让郑大人出来，给我们一个说法，到底怎么办？对，让他给我们一个说法。给我们说法！掌住！你给我说法！你要再敢胡扯一句，我第一个把你关进大牢。我宁可进大牢，也不愿染天花。兄弟们说是不是？对。让他出来，说说怎么办？好了，让他出来。想坐大牢是不是？那就把你们跟生病的流民关一起。拿枪！啊，等等，等等一下，行，算你狠。乡亲们，既然郑大人不愿意出来见我们，那我们改日再来。但是我可告诉你，郑大人身为我们这儿的父母官，他一定得给我们个交代。对，给我们个交代。等结果出来，郑大人自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都回去吧。好。我们等着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先走，走走走走，就是。来福，
一笔几感触，历经夏秋冬，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笑傲水无比，长剑如碧玉，守得孤寂冷离根，远在破岩中，有灵梅和松，雨过松更翠，举雪梅更红，阡陌万径还前进，留得一世清明，听离不去的神，留下千秋的魂，你有情意对北斗，我有傲骨撑千夏秋冬，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笑傲雪与冰，长剑如碧玉，守得孤寂冷离根，远在破岩中，